房子来住比较快哦，但是没有关系，你也可以在旁边盖小木屋好吗？我们也有用这个盖小木屋哦。那我们看一下，刚刚我们上面用的是叫做墙那个房间对不对？就是地板旁边有没有一个这个？这就是墙壁，所以我现在要借用它来画墙壁喽。那你要画墙壁的话，它一样有这个提示哦，你可以先不理它，没关系。我们从右手边这里来。如果呢，你们家想要怎么样？从这边哦，从这边这样盖出来，我就在这里。它一样是类似多边形的工具，你只要点一下放开，点一下放开，有没有发现下面墙壁跑出来？有没有？好，下面的墙壁它就跑出来，我把下来一点。好，到这边，到这里，好，到这里，好，过啊，到这里好了。好 ，OK， 到这边，然后我再上来一点点。好，今天就跟它起，点两下，最后结束点两下，咚咚。请问下面有没有产生一个房子？有没有？墙壁就出来了。那墙壁出来之后，请问里面需不需要地板？要啊，要啊。那怎么产生地板？再来用这个画，是没有错，用这个画。但是要不要再这样一个一个绕？不用嘞。你只要一个原则，就是你们家的墙壁有封闭的话，我只要在这个封闭的里面点按滑鼠两下就好了。咚咚，有没有做好了？这样有没有比较快？哎，其实也可以反其道而行。就是我地板好了，我只要用墙壁咚咚两下，墙壁就自动建起来，哎，它就沿着那个地板的周边就帮你建好。那这样子比较像是盖监狱的感觉吧？要不要我们？要哈、哦。如果我们传统的 CAD 的这种建筑软体，你点开玄关，关门被亏里头，然后墙壁是不是要做到那里？你看我现在有没有预留空间？没有，对不对？好，来我们看一下这里。哎，对了，刚刚老师还有一个有遇到这个问题，就是因为他要打一个关键字在这边，所以不管你找哪里都看不到其他的模型。所以记得，如果不要了，要把关键字拿掉，有没有？好，你看这里有没有一个门跟窗的？点进来，然后我们就找一个。好，假设你要这种门，我就按着它拉拉拉拉拉到这里来，来这里。请问门有没有做好了？有没有自动帮你打洞了？还是你比较喜欢墙壁到这边自己切？门要麻烦呢。那你门要外开还是内开？哎，我听了一个广播，我才知道，原来我们台湾比较习惯是内开，但是在美国是规定一定要外开。你知道为什么吗？因为美国那边要重视逃生嘛，逃生出来是往外就走出来了，我们是怕打开会撞到人，所以都是内开。对，不一样。所以万一你要内开怎么办？按着往内拉，有没有这样就内开了？这样有没有简单？门既然是这样，窗户是不是也是一样？按着它拉拉拉拉拉过来，有没有窗户不小心就好了？看你。所以你只要内开外开，这个比较看不出来，但是它里面实际上有点不一样，有没有发现这里有不一样？好、哦，所以就看你要哪一个，那你就找看看你是几格窗的，好吧？落地窗哎，所以你要开几个门随便你，这样有没有简单？那墙壁呢就要稍微留意一下了，墙壁有分什么？里面跟外面，因为墙壁不是两边吗？对不对？所以说呢，你如果在墙壁上咚咚两下，咚咚，有没有发现有左边的墙跟右边的墙？如果你搞不清楚哪一边，没关系，这个比中乐透还高，几率还高，因为弄错边就是另外一边嘛。但是呢，如果你会看的话，其实是比较简单啦、啊，因为呢，它在上面会有个箭头，有没有注意到这有箭头？表示你当初我是由这边是往上画的。我这里不是有箭头的方向吗？所以我的眼睛就在这里，你这样子看过去，这里是不是左边？这里是不是右边？这样知道墙面怎么看的？所以它如果今天是从上面往下画的，这里是什么？
左边，这里是不是右边？哎，会颠倒哈、哦，所以我现在这个这边就是左边，所以我就把我的外墙点一下。好，这个我就不要这一种的啦。我们可以找红砖墙吗？好，你看这里有红砖的，有没有看到这个？啊呢，有吗？有很多，还是你要比较标准的。哎，我就用这一种的，好了，按确定，确定，有没有？下面砖墙就好了，还是你觉得慢慢这样有感觉了吗？请问一个墙壁或者其他的是不是都一样？但是你要每一个都这样做吗？有点麻烦呢。你一样可以点一下，按一下纹理。你刚刚曾经用过的有没有就出现在下面的？这是第一种方法，你可以像这样直接点，这样就过去了。你看另外一面有没有好了？如果呢，你要更偷懒一点的，你可以这样子。我现在这一个，是不是要给他们其他这几个？我就把它复制起来 ，Ctrl 加 C。好，这几个，这个我按住 Shift， 把我其他的墙壁一起选起来，这样有没有都选到了？但是呢，我不是直接贴上，我只需要贴上的，因为贴上就变成多一个墙壁出来了。我是不是要贴上它的样式？你记不记得我们 Office 里面有一只扫把？ Word 里面不是有一只扫把？可以复制格式啊，就跟那个道理一样。哎，所以我现在只要复制样式就好了，贴上样式。好，来我们看一下，你有几间想头拢用户，这样知道意思了哈。所以其实你只要做一个就可以，那剩下的你是不是就可以再放上去？好，我的家具啦，你就看你们家的啊、哦。你要卧室起居，这中间可以再做隔间嘛，对不对？好、哦，你要有这个，哎，要有桌子。各位有没有了解为什么我们说这个像在做半家家酒楼？有感觉的啦，哦，因为其实你只要有一些基本的架构出来之后，是开始后面要做的就越来越简单。啊，这样子一层楼不够怎么办？就来这边，你就把它选起来。但是我这样多选到地板哦，我把它取消地板哦，就是在外面那个草地。好，怎么盖房子知道吗？从这边，你从平面图这边有没有一个增加楼层？你也可以在空白地方按滑鼠右键增加楼层，有没有？上面你看上面这里。有没有发现楼层零、楼层一？因为这个法国软体哈，所以他们的一楼称作零。我们这边是一楼、二楼，然后他们是零楼开始算。所以如果你要盖房子，因为我刚才已经复制了 ，Ctrl 加 B。好，没有复制到，再一次框起来，少选这个，回到这边。请问这样有没有两层楼？我还要多。复制到那个对不对哈、啊、没关系，把你删掉删掉，所以可以再盖啊，你要去老鼠较紧哦，但是你走出来六月，所以要不要做一个那个露台，对不对？哎，你可以再用地板再做一个露台，所以你有一个基本架构之后，有没有觉得这样突然变很快了？有感觉的啦哈，来给老师稍微试看看哈、哦，来